你今天梳洗了吗？哎，刚刚老师有点名哎，那你要吃寿司吗？你今天梳洗了吗？哎，等一下上楼要吃什么？哎，你要不要吃寿司？你今天梳洗了吗？哎，我可能会被当哎，那你要不要吃寿司？你今天梳洗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不要吃点寿司。你今天梳洗了吗？喂，怎么停电了？你要不要吃寿司？你今天梳洗了吗？哎，好像台风要来了。那你要不要吃寿司？你今天梳洗了吗？哎，好像下雨了。你要不要吃寿司？你今天梳洗了吗？哎，我的雨伞怎么不见了？那你要不要吃寿司？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青草四季豆这么好吃吗？因为我们使用很厉害的正能量水，这个正能量水是我们每天都有专人轮流称赞，7749天不断的在称赞。这个正能量水不但使用在种植灌溉上，我们在烹调料理的时候也使用这个正能量水，因为这样更能够凸显四季豆的营养价值。所以要如何打造幸运的体质，吃我们的四季豆就对了啦。